啊，前面就国山，等一下就直接回桃园，回桃园天亮喽。天亮了。天亮了，天亮了。真的来了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长治乡。哎，长治乡，哎。记得呀。哎，记得。哎，对。来，请。请。哎，请，这边请，哎，这边请，哎。冰箱是咧，那个。嚯！降价。不，没有，嘿，刚好朋友约在这里啊，嘿，啊就还在喝这样子，嘿。兄弟，你请干杯，干杯。没，新年都来，干杯。外观没有撞过，然后有全车烤漆过，哎，对，这小拖漆，嘿，小拖漆。2014年。嘿，2014年。2014，1800。对。都没改。第几有花什么？没，好像没有呢。没什么花到。哎，没有花。啊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种小小的种子，开小小的花。我上次保养的时候，轮胎有说要换，啊，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卖，他说那就先不要换，没关系。哎，这拢原厂的，轮框嘛拢原厂。差不多了。哎。哦，是一个钉子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一个钉子。嗯，现在跑多少公里？现在应该是上次报给你15嘛。15啊。哎，差不多。一台是备行车吗？嘿，备行车。备行车。哎，都自己开，啊，开10年了。哎，行车到啊。对。行车到了。哎、欸，下礼拜吧。下下礼拜。哎呀，我就是联络你的那一天我才去钉。哎、啊，因为怎么你啊，所以以下的全景啊、倒车可能会有较雾啊。哎，对，多少少都会，嗯，比较雾，但是它的感应都是还有的，有天窗的吗？嘿，有天窗，都在原厂保养。哎，没有，我前5年是在原厂，但是我后5年过保之后我就没有回去了，都没换过什么大样零件哦，没有，我算是不错啊。哎，什么安驾？安驾一下，驾。哎呀，我喝酒不会开车。Nice， 我都会安驾驾驶。安驾驾。安驾驾驶。不要酒驾，驾。哎，啊，这是额外装的，哎，之后也可以拆。这是微笑灯，这是我给你装的，哎，啊，之后也可以拆，没关系，它现在还是亮着啦。哎，没有亮啊。有开关，要开灯，开小灯、开小灯就有了。哇！它会变色吗？还是会变色？有遥控器。哦。哎啊！好无聊。没有。哦，你看你影片啊！我知你顺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我惊无够光。哎，对。大灯应该算有换啦，因为我隔热纸贴比较黑，我觉得看不到，所以我就换亮一点。哎，安尼而已。外观的话，哦，两颗有换掉。哎，晒起应该袂歹吧？还行，哎，不错，哎。晒一下好。没，啊 ，OK 啊。来，我吧。好。绕一下。好。行。上车，试车了。看不到我。哎，这就是我拢看这個，我根本看无。哎，手刹电子的。OK， 啊，前面就国山，等一下就直接回桃园，回桃园天亮喽。天亮了。所以阮想讲，今日住这附近好了。哦。就直接住附近了，哎，对。吕老板今天看几台车？4台啊。4台。喊我这台吗？对啊。最终站。最终站，哎，最终站。末班车。后面有一条路可以试一下，就是它都完全没有。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右转。右转之后再右转就可以试了。这里不能。这边没有车速。然后你右转一小段，再右转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，怎样？什么代志？转出去，再下一个。直走吗？直走。不要下班好吗？好，下一个，没事。我们探险，回转。都可以，这边都是通的。哎、欸，在地人你不用闹哦。好喝，好喝，这样刺激吗？有闻到，有闻到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喝。
所以我要收的话，至少多少？你敢不敢？没有，看你要换你收多少啊？你也要，你也要会卖。对啊，对，也要你肯卖，也不肯低吧？因为，就已知我朋友就是估八万五，就是看女老板这边，多少 ？OK 吗？如果那个金额，建议还是卖他们吧。好啊 ，OK 啊，没关系。对啊，下一台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看有没有其他台。其他台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有其他台，我马上跟你讲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14的 S 5好，10万公里。再了解看看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机会。有兴趣交手也来，我帮你回追。如果你们也最近有在找这台车，那我就帮你跟车主谈，看什么样的价格合适。好，也不用透过我，我帮你联络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近期一个礼拜会抓一两件，一天估个4-5台，应该估不到6台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情况，估到6台应该2-3点。如果要5台，要更早出门。YT 近期有新片会上，可以关注、搜寻 YT 李老板二手车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来 B 八，收的。想看更多，关注抖音跟 YouTube 李老板二手车，带你看遍二手车市场。